其实讲到这，伫咧新港乡的交关食堂哦，这主要是因为这新的食堂的林交关先生，伊伫咧今年年初才过往，这互社会民众相当的唔甘哦，因为林交关先生出生伫咧屏东，但是后来事业有成，变成大公司的头家，伊就开始热心公益，回馈地方，伫咧当地来传位家位。过往无偌久，出世在大潭社区热心公益的林昭元先生，伊所关心的昭元食堂是挂在伊出山前来成立。活动现场是为林先生来默哀，感念伊对社区的付出。啊，很遗憾他不能参加这个昭元食堂的开幕哈。但是啊，他常常叫我哈，管定怎么干哈，管定怎么干，所以我也都是把他当作爸爸一样看待哈。那我想哈，啊，他的生命因为利他而丰富哈。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，但是我觉得他的遗爱会让我们永远怀念他。林昭元先生心善的事迹相当的多，包括历经九二一大地震，和大潭的中二庙来损害，危及到村民入庙拜拜的安全。但中间的经费庞大，加上当时水泥起价，历经地方人士拜访林先生，伊是答应帮忙中二庙重建的经费。另外，在新港国小的宝潭馆，也是林先生在1974年所兴建的。你对15年前开始，林先生每年拢捐献着100万，提供作为新港国小的教育基金，成立着音乐团来购买乐器和学生比赛的服装等等。你在大潭社区活动中心1楼的兴建和后来损害修复的经费，也拢是林昭元先生所建设的。林昭元的以前的家世较歹，住土角厝，但是伊人认真拍拼去外口赚钱，吼，但是伊即马赚有钱。当爱回馈咱地方，咱大潭，总一家己关啦，一世界拢有林昭元寄付吼赞助的钱。林昭元先生在今年初来过往，年纪84岁，所有献身的事迹，拢让新港乡的民众相当的感动。新港文教基金会2月份的杂志，也特别介绍到林昭元先生在生的故事，包括早年饲马奋斗的过程，含对父亲的友好事迹，拢记录在内底。你失去一位善心人士，大家拢真唔甘。世新新闻，大家欢迎新港乡采访报道。